好，我开始进行录音。同学，你可以把麦关掉了哈。好，同学呢，我们今天呢要做的呢，要学习的是第二个技巧。第一个技巧你学过的就是 trade down，还有就是 crossing 啊。那么你学了做了之后啊，就进行测试看看，哎，它对你产生的帮助是到哪里的。那么今天第二个技巧呢，是叫做 spinning jackra 哈。好，什么叫怎么样来讲这个叫 spinning jackra 呢？来，同学先看一看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 chakra 哦，那么 chakra 本身呢，它其实有颜色的啊，这个图是没有显示颜色。那我们 chakra 本身呢，人呢有七个，那么我们呢其实是不大看得到的哦。那大体上来讲啊，每一个 chakra 本身是，其实它在的位置在每一个人身上是固定的。然后呢，这些 chakra 它反映你的性格，同时啊，也反映了你本身的能量。和器官有关系的，好来，同学就是呢，首先呢，chakra 的计算呢，它通常是由下往上的。那么为了解释方便，我就由上往下来进行解释。那么首先第一个 chakra 呢，就是所谓的 crown chakra 就是顶轮呢，好，顶轮的位置在哪里呢？同学，你可以试摸摸看，在这里头顶这个位置，头顶这个，这个呢，在中医是叫百会穴了。同学，OK，你可以放下来了哈。那么呢，有些 chakra 是位置是要再高一点点的哈。那么这个位置本身呢，这七个 chakra 里面，这个如果开的话呢，就是表示啊，你已经准备入定了。那么呢，有些说如果看得到这边有莲花的话，它是千朵莲花的形式那么外面宇宙的能量可以跟你身体进行结合了。那么 yoga 会这样子讲。好，那么呢，佛教就会说你入定的话基本上这个 chakra 也会开到完的就是这样那么呢，站在中医立场，百会穴头顶这个是最在头部最重要的穴道来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chakra 好，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chakra 那么呢，这个相对应的 hormone system 就是 pituitary system，pituitary 是在这里，pituitary 是在这一边，在往内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pituitary system 这个叫脑下垂线呐同学看一下我们叫脑下垂体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残丘都会跟一些器官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的，看到吗？这个就脑下垂体。你脑下垂体在这里了，好，OK，这个直接往下到来就脑下垂体来的好，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chakra 就是我们的天眼轮。Sorry 同学是不是搞错了？原来上面这个呢是属于 pineal gland pineal gland 就是松果腺来的说它放第一个呢是松果腺了好，都如果是松果腺的话同学有时候它不同的资料有不一样的讲法，松果腺都在这里了，在这里在这个位置里边，那无论如何呢，这个松果体同学都会跟开天眼会有关系，它松果体的位置就是同学在眉心再往内你看它这边上这边里面再稍微再进里面一点点就是那个位置里边就会出现，就是这一个所谓的松果体了。好，那么呢，接着下来第二个呢是属于眉心轮呢眉心轮眉心轮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同学你点一点，眉心轮是在这边，OK 眉心轮好，这眉心轮呢，同学如果你是去拜佛像观音你都看到有个点，对不对很多佛菩萨有个点。这个是代表第三眼，所以有时候有些称这个为第三眼轮呐，有些认为这个是松果体了。不过这边就把它放就是 pituitary 脑下垂线了那么呢，脑下垂线跟松果体基本上都是就是这两个对全身的荷尔蒙有重要的调节功能的，还有就是你的睡眠状态这边谁有失眠的，偶尔会出现失眠的有吗？举手一下，有吗？OK，好，练定三位睡眠同学，你今天就试试看当你做了 spinning chakra 如果你的问题是跟这两个腺体不 balance 的话，你会今晚好睡的。不过失眠原因很多我们只是 by chance 罢了如果是医好也是 by chance 所以我们就是不妨一试
好，接下来呢，第三个就是喉轮的位置了啊，喉轮哈、哦。好了，同学摸摸看喉轮在这里哈、哦，喉轮在这个位置，同学看到吗？你的这边啊，有些认为在这边啊，两个喉轮哈、哦，这边有个 chakra 哈、哦，这个 chakra 本身呢，是身体这个 chakra 主要，它就是通过 chakra 这个门哈、哦，把外面的能量引导进身体里边，然后把不好的能量把它带出去。啊、但是、啊、我们在其实刚做小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 chakra 都开的，可是慢慢大了之后它就关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把 chakra 打开，而且要 chakra 平衡。所以同学这个啊，像这个喉轮是它会展现很强，它如果它很强的话、哦、表示啊你口才很好，很有沟通能力，在性格上是这样的、哦啊、那么呢在生理上啊，如果这个 chakra 弱的话、哦、你可能就是你在吞咽、啊、和在发声有问题，而我们也发现了、啊、在经验上来讲，当你讲话、啊、当你就喉咙痛的时候、啊啊、你这个 chakra 会比较差的，能量会比较差，我们可以 test 到。同学在最后一堂课最后一个能量运动会教你如何 test 那个能量、啊啊、那么呢关于这个轮的部分、啊、它也是牵涉到一个人、啊、对于他的那个、看东西长远不长远，通常这个 chakra 开的人呢，是一个很有远见，看东西是很长远的人来的。好 ，OK 哈、哦。那么上面这个轮的话，是跟精神有关系了。好、哦，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第四个轮了哈、哦。好，第四个OK 七六五第四了，第四就是我们的心轮了。同学，心轮呢是在我们的两个乳房正中央，男女一样啊。同学，你用手按按啊，正中央这个位置哈、哦。同学，这个 chakra 本身呢哈、哦，基本上、啊、附近的器官哈、哦，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还有就是心脏，还有我们的肺哈、哦、啊，主要是这边的 chakra 了哈、哦。那么呢，如果是说啊哈、哦，尤其是现在的人呢，如果你感染新冠肺炎的话，是你这个 chakra 会变得很差劲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试看去 spin 这个 chakra。能不能够通过 chakra 活跃啊，让更多的能量进去而强化它的肺部，这样我们可以做这个试验的、哦啊、如果真的是不幸染上的话、哦、那么呢这个、啊、如果是心轮开大的人，对不对，基本上这个人呢、啊、他慈悲心比较强的。如果、啊、你是个慈悲心很强、哦、你很有爱心重感情的人，基本上你这个 chakra 是比较活跃的。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好 ，OK 哈，好，那么呢，这个相关的，然后接着下来啊，就往下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太阳轮呢。同学看到吗？太阳轮呢是在我们的肚脐啊，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轮的正中央的位置啊。啊，同学你用手按一按啊，就太阳轮、太阳神经丛啊。啊，同学，这个太阳轮、太阳神经丛这一带是。基本上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全部都在这边、哦、你的胃啊、肝啊、脾啊全部在这个位置，所以啊你这一个地方、哦、如果你的 chakra、哦、变得很弱的话、哦、很有可能你消化系统有问题。这边谁消化系统有问题的啊 ？OK 好啊，短暂的又有三个举手、哦、OK 好，所以啊你们到了这个年龄都会有问题的，看多少罢了，睡不到觉的是这一边。肠胃有问题是这一点，总之全部应该都会有问题就对了了哈。OK 好，好啊，一样的，我们呢通过 spinning chakra 也可以做一些治疗和 enhance 它，强化它这个系统了。当然呢，你本身你的胃有问题啊，是诸多原因的哦。我们只是尝试用一个方法，看看它见不见效，这样罢了哦。那么呢，这个 chakra 本身呢，好同学啊，性格上来讲，就是跟领导能力有关，控制能力有关。所以 你基本上是一个控制能力很强的人，你这个 chakra 是很强大的。那么一样的，如果你控制能力很差，这个 chakra 先天就会比较弱的了。OK 好，好来同学，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哦，在下个轮呢就是脐轮来的。同学看到吗？这个脐轮就是你的肚脐啊，和你的生殖器官之间这一边啊。同学，你可以摸一摸看哦，就是你的肚脐。还有就是在生殖器官之间的位置，同学在这个位置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大肠啊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啊小肠大概也是这个位置哈、哦，然后此外啊你们女性的子宫啊哈、哦、啊也是在这个位置的、哦、啊女性的子宫哈、哦、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看一下哈啊女性的子宫也是在这边，然后呢
大概是这个位置了哈、啊、所以呢，这个位置就我们呢哈、啊、就放了一个名字啊哈、啊，是叫做奇轮，是叫做奇轮呢哈、啊，这个奇轮本身是它其实也包括了哈、啊、男性的生殖器官啊，男女生殖器官还有荷尔蒙都包括在里边。那么呢，我们呢肾也是在这一带，那这个肾呢也包括肾上腺在那一边。肾上腺这边，心轮是包括胸腺这个位置的、哦、所以呢，它荷尔蒙系统、哦、跟这个 Jakarta location 是刚巧是很符合的、哦、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可能顺带又解决荷尔蒙的问题、哦、那么同学，这个大肠、小肠，还有就是你们女中女人病的问题，或者男人病的问题，跟那个地方有关系，还有大肠、哦、这样子、哦、还有子宫也是在那个位置那边的、哦好，然后呢，最后一个轮呢是什么？我去看一下哈、啊、就是海底轮呢、啊嗯。海底轮呢，就直接是在生殖器官、哦、那一带的部位那一边、哦、这个海底轮、哦、海底轮呢有两个讲法，一个就在生殖器官本身这一边 ，OK， 是你看到图的这一边。第二个呢，它是在我们的生殖器官、啊、和肛门之间、哦、中医那边是叫做属膝腹部了。啊、那个地方那边呢，它是海底轮。那么海底轮呢，主要啊，哈、啊，它的那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哈、啊？性格上来讲，是跟一个人的性格的稳定性有关。所以一个人呢，他如果海底轮呢、啊，他不平衡的哈、啊，太弱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你海底轮强的人哈、啊，人会比较安全感。那么呢，海底轮呢、啊？还有脐轮、生殖轮啊，这三个轮的人呢、啊，基本上比较重视物质的，嗯，就是、啊、你要确保啊，你很刺激，你确保哈啊钱够用啊，每个月电费、水费一定要够付，你是很重物质、很重视实际的人来的啊。那么呢，后面这三个轮的人呢、啊，啊，都是重精神的层面的啊。啊，我们一定要 balance 啊，因为啊，如果啊你这个轮很活跃哦、啊，就是然后下面的轮很弱啊。就是说你整天都在打坐，可是你的米缸是空的，哈哈哈哈，那你可以对不对？我一天到晚在打坐，你米缸空那里行对不对？那么一样的，如果你是下面的轮、啊、那三个轮、啊、是很活跃、啊、这边全部关的，那么、啊、你这个人、啊、除了忙着物质找钱啊，住大大的房子以外，你完全没有精神生活的，这也不好嘛，对不对？也不 balance 的、啊、所以它 balance 的物质啊，跟精神都要 balance、啊、所以呢，同学、哦，我们今天会把所有的 chakra 都会 spin 一轮，让你这个 chakra 都平衡。那平衡之后，你打坐，你就知道它的厉害的味道在哪里、哦、好了，我们呢这样子 spin 我们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哦、那现在第一件事情，我们开始要 spin chakra、哦、如何 spin 呢？哈、哦，首先同学来，先双手摩擦，拐一拐。好，同学呢就是啊 ，OK。把你的手啊放靠近你的那个 chakra 离一寸的地方啊，离啊放啊，我们先从这个 chakra 开始先，我们不从第七，从第六开始先啊。你放啊这个哈、哦，好，那么呢，如何 spin 呢？我们会顺时钟跟逆时钟来 spin。来，同学看一看这里啊，你们看那个钟对不对？好，这个钟好，看这先啊 ，OK 哈，我放大我自己哈、哦。啊，同学来，你看一下这个是个钟对不对？好，好来，你跟着师傅的12点在这边。啊、摸你的头顶，好，来一下、啊、我放到我自己下。好了，同学看12点这边，摸你头顶，好，然后你有看到就是这里有这些哪啊，有看到3点哦，好，3点，请打你左边的肩膀，同学，3点是在左边的肩膀，看到吗？哦啊，3点是左边的肩膀哦，奇怪哦，这个东西不啊，3点是左边的肩膀，同学9点了、啊、哦。打你右边的肩膀啊，9点是右边的肩膀。那么呢，12点呢、啊、转到去3点是顺时钟。同学，你看啊，顺时钟是这样的，看到吗？啊，同学你试试看，你的手要这样子放，12点到3点了，看到吗呢？啊，12点到3点是顺时钟 ，OK 啊，12点到3点。然后呢，同学再看了、啊、哈、哦，12点到9点呢、啊、是逆时钟啊，12点到9点啊，你跟着手跟着转啊，12点到9点是逆时钟。OK， 好好好，记得哈、哦，同学哈、哦、啊，左边的肩膀是3点 ，OK 好、哦、啊，拍一拍，好，
好，右边的肩膀是九点呢、啊，啊，看到这个钟嘛，哈，啊，右边的肩膀是九点哦，所以它这个钟要向到外面呢、啊、才对的，哈 ，OK， 哈，好，那同学接着下来我们就开始 spin chakra， 哈，好，首先呢，把手放在你的眉心轮，哈，好，我们 spin chakra 对不对？首先呢，哈，我们先逆时钟，再顺时钟，那么呢，顺时钟是逆时钟的一倍，那么逆时钟是把不好的能量往外丢。顺时钟是 charge 那个能量给它进来，来，同学，我们再做一遍，双手摩擦，拐拐，好，把手放在你的 chakra， 好，同学，我们先逆时钟，看到吗？来，啊，就是这样子逆时钟，一、二、三，同学，眉心轮罢了，不是整个脸呐，哈，四、五、六、七。八，哎，翠芳，你没有做的好，哎，不对不对，你们的手啊 ，chakra 是这个位置罢了，是在这里在旋转罢了，不是整个脸。然后过呢，它离你的手啊，离你的眉心一寸罢了，哈。好，过后呢，记得你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先逆时钟先，所以十二点到九点，好 ，OK， 十二点到九点，记得右边是九点，好，所以十二点是上面。所以这样子去到九点就逆时钟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同学不好的能量拐掉，这样子拐掉。啊 ，OK， 好，好，过呢就顺时钟来，同学顺时钟是十二点到三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下来喉轮的位置，好好来看一看，好，同学，我们先逆时钟，再顺时钟，来，双手摩擦，拐拐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好好来，十二点到九点，先逆时钟，这个位置是喉轮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同学不好的能量把它丢掉。好，来，我们就顺时钟，好。顺十二点到三点，四十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好，好，同学，接下来呢就是心轮哦，两个乳房正中间是心轮哈、哦，来，我们双手摩擦，拐拐，好，一样，先逆时钟，十二点到九点的位置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好的能量把它丢掉。好，过后呢就顺时钟，十二点到三点，四十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好，好来，同学接着下来哈、哦。那个轮呢，就是由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呀、啊，哈、哦，和胸部正中央啊，那个地方就是太阳神经丛的位置哈、哦。OK 哈、哦，来，同学先确定你的位置，看到吗？来，就是太阳轮呢、啊，哈、哦、就在我们的。胸部跟肚脐正中央啊，就是我们的胃啊，消化气管的那一带来的。好，来双手摩擦，拐拐，好，找到那个位置。OK， 好，找到那个位置。OK， 好，好来，先逆时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好的能量拐一拐。好，在顺时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好，同学接着下来、哦、就是我们的脐轮、哦啊、同学脐轮呢就在我们的肚脐、啊、跟生殖器官正中央，就是在我们的大肠一带的位置了。好、哦，所以同学你可以站起来进行、哦、如果你发现是有点困难的话，你可以站起来进行。来，同学给站起来，双手摩擦，拐拐，好，我都看不到了 ，OK 好，好找到位置了 ，OK 好，来，先逆时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同学不好的能量拐掉。好，在顺时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好，同学，接着下来哈、哦，就是我们的生殖轮。那么这个生殖轮呢、啊，它的位置哈、哦、是在于我们的就是会阴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不好 spin， 我们如何呢？我们原地跳二十次，它就会开的了。来，同学，你可以原地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啊，跳了二十次是那个轮它自己自动会开的了啊。好，来，现在我们又回到去第七个轮，就是我们的顶轮呢。同学看到吗？顶轮呢，我们如何转哦？顶轮在这边，好，这个是钟，同学看到吗？这个是钟，好，钟放上来这边。那么呢，十二点呢、啊？同学，你的手碰后方，脑后十二点，好，同学看到吗？来，你在左边的耳朵啊，是在三点哦，所以左边的耳朵是三点，右边的耳朵是九点 ，OK 好，那么后方是十二点，所以十二去三这样子是顺时钟。那么呢，十二往九就是逆时钟。好，所以同学啊，哈，你们女众啊，先逆时钟，再顺时钟。我们男性呢，是先顺时钟，再逆时钟。来，双手摩擦，拐拐。好，开始进行哈，你们先逆啊，哈，师傅顺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好的能量拐掉。
好，过后呢，再到德巴列回来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碧玲不对，你不是摩擦头部，你手跟你的头啊，距离要一寸呐、啊，可以了解吗？好，好来，同学开始打坐了。到八个字，到八个字师傅叫你为止，你可以开始现在打坐了。来，同学，请跟师傅进行促进，好，嗯 ，OK， 那把眼睛睁开。来，同学，嗯，就是呢，先看一看，就是云雾的部分。来，同学，我们首先开始的时候呢，先做 crown pull 抓顶轮，哈，好，同学啊，就是这样子，跟上一堂课一样，这样子抓。来，同学可以看师傅这边啊，嗯 ，OK， 来啊，这样子来，往后抓，抓，好像梳头这样子哦，啊，抓，好像梳头这样，梳到去后边，嗯，梳到去后面，好，到了后面这一边呢，刚好就有个风池穴，同学，这个风池穴啊，对于治疗扁头痛啊，哦。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帮助的。来，同学按摩风池穴，看到手指吗？刚好有两个洞的哦。好，我们顺时钟转，一、二、三、四、五，停一下，一、二、三、四、五，再停一下，一、二、三、四、五，再停一下。一二三四五，好，同学记得哦，你有扁头痛的话，记得按摩这个风池穴。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哦，就是童子苗哈、哦，童子苗，同学看到吗？在眼睛旁边红色的点这边，一样按着哈、哦，嗯，然后一样哈、哦，一二三四五，好，停一秒，一。二三四五，停一秒。一二三四五，停一秒。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耳朵哈，来，同学，耳朵是我们全身的耳朵，全身器官所在，转里面，转外面，转里面，转外面，转里面。转外面，好，同学，整个耳朵边摩擦，嗯，好，从下到上，整个边缘摩擦，嗯，好，好来，嗯，整个摩擦，好，准备开始抱耳朵，一边、两边、三边，哈、哦，来，同学看一看这个图，哈、哦，基本上啊，哈、哦。我们的耳朵啊，就等于我们全身的器官。来，双手摩擦，拐一拐。好，大拇指按摩眼尖，洗脸，洗头，洗颈部，双手交叉按摩肩膀，双手。好，再双手摩擦，拐一拐。好，两个手按着你的腹部，好，先逆时钟转五次，一、二、三、四、五，再顺时钟转五次，一、二、三、四、五，好，过呢，两手在背部肩打的摩擦，过后再打直摩擦，好，开始，嗯，尽量用力，嗯，打完摩擦尽量用力，好，摩擦到手软为止啊。啊、如果自己练习的话、哦、就可以把衣服掀开，自己、啊、让你的手碰到你的皮肤、哦、好，打完摩擦过就打直摩擦，来，由上到下，
OK 了，接着下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哈、那我们呢将会进行啊，就是啊敲胆经，看到吗，同学？你可以站起来，用右手敲你的右边的胆经，好，跟着那个点往下敲，跟着点往下敲哈，大概啊敲它三到五遍。啊，顺便那个脚就不麻了的了。好，敲了右边，再敲左边。啊，敲了右边，再敲左边了哈。好，敲了胆经，同学，我们再看接下来的哈。好 ，OK 的，好了，同学，来，我们再接下面的哈，还有一些摩擦按摩的地方。好，来，接着下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呢就用我们的好，我们就用我们的脚板手掌的劳宫穴 ，OK， 按摩我们的脚掌的涌泉穴，右手摩擦脚掌脚板，然后呢，就左手就摩擦右脚的脚板，好，开始进行了，同学哈，大力摩擦哈，那么呢，这个呢会造成。我们的手脚的部位啊，涌泉穴哦，它是属于肾经，属水的。那我们手的那个点呢，是属于心包经，是属火的，它会水火相交。OK， 好，会帮助睡眠。好，右手完了就左手就摩擦你的，左手就摩擦你右脚的脚板啊，同学看到吗？好，大力摩擦。好，同学，我们今天呢再加多一个小小的穴道，好，来我们看一看哈，这个穴道哈，我们一位同学有讲啊，你消化遇到困难的人，同学看一看这个脚板，啊，这个脚板呢，就是这一个呢是属于隐白穴哦，在你的旁边啊，脚趾旁边，它是属于脾经来的哈，这同学你可以啊按一按它，手按着，然后再转它，啊，就隐白穴一。二三四五，好，休息一秒。一二三四五，休息两秒。一二三四五，休息一秒。一二三四五，好，再换脚，同学换右脚，另外一个脚也是隐白穴，照样图的位置来进行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休息一秒。一二三四五，再休息一秒。一二三四五，好，完全完毕了，同学。在这个图里面，你所看到的哈。这条隐白、大肚、太白跟公孙哈，全部都是属于脾经来的啊。脾经是跑那个路线啊，所以呢，脾经是跟消化系统有关。不过古代中医的脾经啊，会跟就是现代的脾哈有点不太一样了哈。